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自由之丘，要吃蛋糕摆明店 Patisserie Paris Sandwich。这家在塔菲路库上面有3.91的高评价。我点这个是 Fig Orange， 就代表是橘子巧克力蛋糕。它这个刀子啊，跟叉子感觉非常的精致。这个蛋糕虽然厚实，但是完全甜而不腻，到可以吃到淡淡的橘子香味。我来切，现在这个是店家另外一个推荐的甜点，但因为我们看法文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就直接来试吃给大家看。这看起来啊是加了柑橘果酱的奶油，然后有一个也是煮过的柑橘类的，然后外面有一层海绵蛋糕，然后里面有奶油。这个蛋糕啊，它主要的基调就是柑橘，然后它一样吃起来很香，然后甜而不腻。然后另外这蛋糕最有趣是它的口感，可以吃到就是海绵蛋糕，然后里面还有两层奶油跟果酱的组合。这家店啊，它有高人气，所以建议开店的时候在10点就来排队，比较不会人挤人了。以上就是 Patisserie Paris 必须的介绍了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